呀，辣眼睛，噔噔噔噔，谁辣眼睛还不清楚？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响应哔哩哔哩号召，我们做个开箱视频。对，今天做一个开箱视频，先一开门就出现了这个。它外边是一个盒子，然后是 B 站寄给我们。今天早上有人敲门，然后 B 站总裁站在门口，他亲手拿过来的。总裁兼 CEO 站在门口，他亲手拿给我们。对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啊，我们洗完了，不好意思。你是不是失了智？反正就随便聊了一下天嘛。这是 B 站给我们的那个十万粉丝成就的那个一个奖牌吧，等于。盒子里面是没东西。嗯。然后大胖读一下这封信吧，正好考验一下你的阅读能力。里面是这样子，就是有一种名画的感觉。干杯，十万粉丝成就达成，大胖和软软。里面是这样子，感谢你的一路坚持和不懈创作，终于在哔哩哔哩达成十万粉丝成就，这是你创作路上一个值得纪念的里程碑。看一下镜头，就是封面。我们很高兴看到你的吃播作品越来越受用户的认可，他们中很多人逐渐越来越胖，为你每一次富有感染力的吃播画面发起应援。干嘛？不就是写着的吗？哦，哦。或许在哔哩哔哩进行创作日子里，你们也越来越胖了。但总裁会跟着我们一起越来越胖。跟着他没关系，我觉得。因为创作勇敢，不要，快进，这是快进的。我们认为，能找到一件热爱的事情，并为之付出，无疑是人生路上弥足珍贵，弥足珍贵的体验。希望你们能保有这份热情，在吃播的路上创造无限可能。感谢这个奖牌，然后做的还是很精致的，然后它可以挂起来，然后也可以后面有一个撑架。挂在哪里？挂在脖子上。就可以挂在这上面，然后也可以有撑架，但是这个奖牌太重了，所以我怕掉下来。然后它这里有个撑的，然后后面正好有个柜子，我把它放在我的柜子里。然后这个是里面还有彩蛋吗？十万的话是这个银色的，然后100万的话是金色的，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拿到金色的。你这人理想也太小了吧？怎么了？这是白银，是钻石。这是白银，上面那个阶段是黄金。哦，这是白银。我们要白金。白金。再往上，钻石。王者。王者大师。 你是不是想做 CEO 的位置啊？不好去啊，放在那个后面那个角落，那两个小电视放好。好，就是这一期简短的开箱视频就到这样。哎呀，这样子要给他一个镜头， 就每次直播我要这样直播了。我把这东西放起来，就是很简短的一期开箱视频。然后感谢粉丝们对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和栽培，感谢取关的粉丝们的栽培，对，谢谢大家的取关。然后以后我们会继续努力的，谢谢你们的陪伴，啊，也谢谢 B 站对我们的栽培和照顾，啊，嗯，啊，反正今后就大家就是一起努力吧，然后共勉，对，啊，嗯，给我点波关注。点个收藏，会看这个视频的都是粉丝，他们再点个关注就变取关了，哦，对，不要再让别人取关了，对，已经没多少粉丝了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录到这样，就是这就是水的一期，其实也不是水，不水啊，我觉得工作人员说你收到这个东西要做一个开箱视频，就是我们定位在白银，我们要达到王。